求咱讲一个公平啊，会当保庇吼，保庇咱即届啊，迄落稻田才会当耕作顺遂，种植成功大丰收。二零二零台南好米季有定伫个十月七踮后壁区登场，八月二十号黄伟特就先来到后壁区个农会参加记者会，首先来拜参头，祈求土地公伯啊保庇活动顺利。农田的彩绘，其实在近几年来也越来越多，主要是利用我们稻田不同的作物、不同的配色，能够造成各式各样的图案。其实从空中鸟瞰起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那当然这又第一个又对环境友善，第二个不会造成环境污染，第三又可以造成形成一个观光资源，所以呢，我们很感谢后壁农会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。今年的稻田彩绘是由后壁高中的美术班同学参与设计，用黄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白色四种的色底，以后壁区的兰花含着稻米来欢迎全国的游客。这次图腾的内容主要是青年返乡，然后一个传承的动作，又结合了我们后壁的特色水稻以及兰花，搭配今年2020年我爱你爱你，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后壁拦下你的人，盗走你的心。十月七登场的台南好米季稻田彩绘也搭配着中秋的连假，含着国庆的烟火，做伙来热闹。